一起来欣赏。吃一个便当而已，现在来给你腰了啊，那便当里面减一块鸡排啊。好啦好啦，阿凯，你别再跟妈妈了，你小妹现在还够小，她还够长你大。阿姨啊，阿姨已经对那台南的姑娘走到台北找妈咪了，阿姨已经三天没吃饭，两天都给她吃去了，不啊，现在是要怎样？好啦好啦，阿凯阿凯，阿兄，人真正做妖的啦！阿兄想办法啦。小妹妹爱忍耐，提出勇气来，咱的运命天安排。我都跟妖哦，真的啦！我跟你讲，迄鸡排吼，伊才给我切一半尔。小妹，阿芬，你都爱乖乖，一切艰苦，咱拢爱忍耐。你看你女儿，食到这瘦，食大好妈咪是恁的，食大好妈咪是恁的，出来吗？伊想要要分你啊呢？阿丽啦，你也兼食过啊？阿无你看，咱若找到妈咪，妈咪袂认你，你安要安怎？我跟你讲，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动，好佳哉，我共你搭饼干来哦。袂使，袂使够食，我无食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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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兄其实嘛就想要食，阿爸，但是安一块，安分两块，安尼。阿兄，我弟兄食好啦，你莫够食。你到底要带伊找妈咪无？好啦，你莫够哭啊！阿兄到底要带伊找妈咪啊？莫够哭啊！好啦，你莫够哭啊！你莫够哭啊！
开，对阿爷来找妈咪，赞赞赞。